来当当头啊，两个脚贴到后面去。我去看看那楼下那俩去。我就争取说话有点底气，给当头，在那后边，身体往后靠，对，微笑啊。灯坐好了，重来，把脚给我伸出来，屁股坐下，对，蹬他膝盖，别蹬他，哎，蹬连膝盖一块儿给你蹬，对，很好，零号三啊，这是亲姐妹啊，你进吧，姐姐。别动啊，别给我塌胯啊。
下去，快，你俩下去，快，往里进，快快快，进进，等等，好灿，他什么时候起取决于你们俩啊，两个脚什么时候贴墙，什么时候起啊。别趴胯，别趴胯，听见了吗，甜甜？出来，甜甜，怎么样？我说了，胯别趴呀，往后面装垫，垫好了。来，走，进。甜甜，非让我给你蹬是吧？你俩贴好了，咱就换腿，行吗？贴住地，贴住地就换腿，快点。甜甜压多久？啊？不行，快贴住了，贴住了，贴住了。给蹬进去，浩灿，要不一会儿我给你蹬啊，蹬进去，到头，子晴到头了吗？下一个唱唱啊。下去，那波下去，下这个也腰疼啊？那你下去行吗？不要废话了，来，再来三个人啊！大将，大将，慧慧，一涵，来坐那儿去。把那铃拉开，把那把杆往外挪，坐那儿去，拿俩砖去。天天有人说你做的不好，你做的好一点行吗？行吗？这儿来，这儿来，对，把把杆往外拉，再来一组，快，把把杆往外。哎呀，我说好几遍一句话，说好几遍。不垫砖了。不垫砖，一会儿慧慧压了之后再垫砖。后背挺直了。说了别塌胯，别塌胯，王新天。把他那个，浩灿，右脚蹬他的那个脚掌给立起来吧，脚掌。蹬他那个脚掌，对，给立起来。把这脚尖立起来，把这脚尖贴住墙，怎么蹬？对，蹬到头，对，立住墙，子晴那边一样蹬。给一涵那往里踹，不是让他在那坐着，那往里踹踹。腿上去，哥，怎么搁在弓箭步了呢？啊？你俩下去属于白起，脖子下去，快点，脖子。李普，下去。哎呀，王新田，我是真，来，你俩撤脚放松，撤脚放松。王新田重坐，坐好了。
可以让我过来。一涵，你需要我帮你吗？你要不需要，你就往里进。浩灿啊，好姐妹是吧？不舍得蹬她，好。甜甜姐，我给浩灿蹬。打胯姐姐你啊，周畅过来。还不走，甜甜？啊，你走不走？快起！你俩也怎么也这么磨叽呢？两个手扶旁边，下去。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。李同学，右手扶膝盖，右手扶膝盖。对，下去。数。手不许，手给我离开，右手给我离开，对，数，垫一个砖，给一涵使劲，一涵跨正了，别歪，那表情好一点，对对对对，让你妈妈看看你，过来一涵。加油，一涵！甜甜打胯，顽强这个词儿用的，坚强不行吗？还是顽强。看畅畅这表情，来来来，使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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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李浩灿，你给我起来吧！看你在这坐着倍儿烦，一点也不使劲儿，啊，搁那心疼别人是吧？啊，搁那心疼。一会儿李浩灿，我专门我给你蹬啊。换人，大将换，给蹬进去，给蹬进去，蹬进去。
你起来吧，你可别在那坐着，烦死你！你起来了，黄三，啥也不是，那蹬一下你都蹬不进去。我看谁劲儿大，小琪琪过来，小琪都快睡着了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三个数过来，一，给蹬老头蹬进去，蹬你的同学，快点，直接到头就完了，快点儿。小琪使劲儿，哎呀妈，气死我了，快使劲儿进去，换腿脸。大将使劲儿啊，哪那么废话呢，小琪姐，我让你过来蹬他了，我让你坐这不是看他欣赏的表情来的啊，你搁这欣赏起来他了，好看吗？看我啊嘛，琪琪，我再说一遍，给他蹬到头，琪琪，我帮帮你吧。蹬进去行吗？蹬进去，蹬进去，谢谢。两个腿上去，快点。蹬到头，来唱背首古诗下。我说啥？我说什么？啊？我说的啥？我说背一首古诗下。哼，这太简单了，不行，要文言文。不会背文言文。我也不会，来。大将，给蹬进去。慧慧，你每天都在想什么？啊，慧慧，慧慧，你每天都在想什么？哎，问你话呢，不理我。啊？踹到头起俩人。我哪就到头了，活到头还是怎么到头了啊，我哪到头了，后背立直了，两个肩膀贴住墙，行，李耀灿过来，三个数快走啊，一，三个数不走，再压一次啊！一，二，三。哎呀，唱着你咋办呢？这肥又减不下去。你昨晚去跑步了吗？没有吧？去哪儿玩去了？
泡菜你能不老驼着背吗？能吗？垫进去，看着我把它抽出来。垫进去，快点，把那块也给我垫进去，把那块也给我垫进去。子晴帮了一下，他比较懒。大将灯，走近灯了。肖琪琪，哎呦，肖琪你也个肉去。石佳怡过来，你就懒不想弄你。对，侵犯他们肖像权了，侵犯他们人身安全了，啥都侵犯了。压多久？50分钟。行，坐下去。把胯正回来，把胯正回来，完全坐下去。你那是有点往前趴，往下坐，对，往下坐。耗到底吧，多耗点儿，10分钟。别哭啊，你漂亮点行吗？鼻孔放松，不要老撑，对。郭子，你能不能给我好好耗一下？什么？什么郭子？啊？给大将蹬啊！来，两人用上来，我给数，快点。到头。对，就是跨不开。到头，快点给到头。来，两人手上去。一波。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。别往上抽了。哎呀。嘉威，你跟谁一屋？你自己一屋。你住的几人呢？你换个屋行吗？搬一下。竹子，你屋几个人？啊？你搬嘉威他们那个谁那个慧慧的屋去，行吗？东西老多了，行吗？这都能看见丝瓜，丝瓜是老多了，挺多的。看左边这个谁呀、啊？到头给他，谢谢。李普，你到头，你贴地，我让你起。露露，你就那样趴着啊，露露。
严浩灿，别哭啊！后背立起来，大家，我看看左边女生啊，快不行了。没有，他是想家了，他不是压着疼，他是想家了。你说你们每天晚上要这样压一压啊，多好。慧慧，慧慧没有抖音吧？给大家往里进。不知道着急。别往上起了行吗？小琪琪，不用管他了，往里进。你看，恋家这个孩子从小就恋家，你看想家想的太厉害了。石佳怡，你就搁那笑啊，一会儿我给你压横叉啊。压到底儿，到头起，坐好了，到头起。数五十，后背立起来说，你那胯都不对。哎呦，你俩男孩真磨叽，下去就。子晴，两块砖有压力吗？咱们再给你拿一块。啊？啥意思？你是没有压力是吧？还是说不拿了？拿一下吧，怎么对自己没要求？小孩都哭成啥了？他不是疼的哭啊，他是想家。疼吗？浩灿，疼不疼？你看他不是疼，想家了。快去啊，打打胯去，快跑起来，好好走。对，左手六，右手七，左脚画圆，右脚踢。来，子晴，再拿一块砖吧。你个爱是什么意思？你爱是什么意思？子竹过来，琪琪起来，你得找一个人，都行，那我给你来吧。你不都行吗？怎么我来就不行？
啊，你不都行吗？露露，佳颖过来吧，佳颖已经到家了，是到家了，已经过来，佳颖。立起来，立起来，对，仰头，对，后背立起来啊！这都美好回忆，这都是。过来呀，露露来吧，你别来了，看你肉几劲儿。露露过来，给大将顶到头，咱就起啊！一定后背立着啊，别往下趴啊，听见了吗？不要往下趴啊。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我们子晴是班里特别努力的一个孩子，对自己的专业特别较劲的一个孩子，是吧？嗯，露露你再使点劲儿，对，你要跟上子晴对自己的要求，对。他呢叫子晴，这个呢叫子竹，他俩是一家，都喜欢紫色，可能就，嗯，哎，这个叫子路，来吧。别起，别跟我着急，自己往上坐一下。快点，你俩那都没，人情都没感觉，给蹬到头。转紧，让我罚着跑步去了。我刚才偷偷看了下，搁那溜达。子晴，这也不怪我啊，有人说你软度可以，再给你抓加两块。还挺好的，压也就可以了。嗯，好了，起来吧，那子晴起来了。嗯。
他疼啊，他很能忍啊。来吧，把那桌撤开，竹子。对，子晴去活动去。甜甜，过来，别哭了。这个同学也很努力啊，不要看他硬啊，他是很努力的，他是很努力型的。窝子踢后腿去，别不使劲踢啊。来，佳怡，躺在上面来，头冲我，头冲我，对。佳颖过来，再叫个谁？乐轩吧，让乐轩给你压，行吗？来俩过来给他压，给打开。嗯，俩人一边一个，一个手扶膝盖，一个手扶脚腕，手从上扶，别从上，对，从上往下，下压，对。跪着能使上劲儿吗？嗯，后背立起来点，嗯，往下压。甜甜使劲儿，老师都是坏人，往里进，炉子。那个谁，你也跪下，乐轩你也跪下，跪下给他压。对，嗯，对，哎，对。来看看这个啊，浩灿，你搁这干嘛呢？冥想呢，在那儿。压完踢房腿去，去。哎呦，给我一刀都算好的了。佳颖，你没看乐轩这边有点劲儿吗？你俩比一下谁劲儿大。老师数多少个数？数数啊？嗯。你想数多少？你唱首歌吗？行吗？今天唱。你唱吗？我不会。啊？我不会。唱首歌起，行吗？压腿已经很累了，让大家听一下。给竹子到头啊！竹子这边到头起啊！哎，对，你问的这句话特别好，为什么欧美的舞蹈专业不太注重压腿？因为他们讲究人权呢。对于这种专业他来压，他们觉得是侵犯了他们的人权，所以欧美那边基本上国外没有这样去练功的，很少，他们都是自主性。大家到头，给他稍微再低点，谢谢二位，给他稍微再低点，
对，就是其实从疫情就看出来为什么国外管不住，国内管得特别好，就是他们自由性和人权性，所以他们不会，做一个容易歪。干嘛这表情看我啊，竹子，你要干嘛？示范什么？是让我示范横叉呀，还是示范啥？行，不用管他，腿不立起来。大爷，你这腿立起来，在这上面打胯就完了。没压好。哎呦，让他们给我压腿解解气。他们不是解气，他们是解恨。打胯，其他人压完了搬旁腿下去。给竹子顶到头，谢谢。加油啊！他是超努力的一个。谁到头了？我到头了。你看多想家，对，跟上我的节奏，太想家了。哎，竹子是哪儿来着？外国学校确实优秀，这我倒不认同，真的。那你觉得去英国留学的，他们就一定很优秀吗？不都是花钱去国外镀了一下金，具体镀了什么了，也没有，就知道去国外留学回来了。分学校吧，我觉得还是。廊坊。我觉得最惨的还是杂技。舞蹈还好，舞蹈很好。这个脚还没到，左脚还没到底儿，对，就贴住墙就行，嗯。对，河北。大将贴住了，再往大将近点儿。你俩要不那个一涵跟那个谁慧慧，给你俩来包瓜子儿，行吗？给你俩来包瓜子儿，表情好一点，行吗？哎，就像跳剧目一样。哎，对对，我看剧目开头还不错啊，好多了啊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露露给加油了啊，露露你的剧目啊，啊，你的剧目要加油了啊。你躺那上面打去，你这还有上升空间吗？我觉得练杂技没有热爱的，太少了。之前天津杂技团的时候，有好多小孩，哎呀，练得太苦了，就是家里条件不好。别往这边变，正，哎。好了，起，给他起。别急。慢慢起啊，因人而异吧，十分钟以上吧。来，嘉威，坐这儿来。露露，去，坐那儿去。
快点走，主子。露露垫个砖。怎么还跟我抬杠呢？怎么还让你垫一个还垫不了砖？怎么还跟我抬杠？垫一个，快点。去搬腿去，大爷，别搁那坐着，搬腿去，搬腿去，老师，去搬腿去。给它踩进去吗？早压完早完事儿，行吗？别在那耗着了，加威使劲儿，加威发力呀，加威发力呀，加威发力呀！哎呀，你这个耐人劲儿，使劲儿啊！你给加威再杠走了你一会儿。锯木整完了吗，加威？后面不许给我请假了啊！啊，周几歇就给我周几歇，听见了吗？啊，上次我饶你一次，让你走啊！说好了啊，嗯，给大江再往里推。哎，大江，要不我买一个那种就是那个横叉的那个小摇摇的那个，我给你买个那个。啊，大江。佳怡，你去看一下楼下那俩再跑吧，不许跟我说瞎话啊，听到吗？不是，那个是雨慧。给到头，给到头，到头数一百下来了，不墨迹了，快点，然后一起踢腿了，到头。有啊，我们有宝贝。哎，那谁呢？那叫啥来着？子林呢？就确定了，就确定那专业了。他都去宿舍了，都是结了。他那是国办还是民办？民办，哪个学校？哦。可惜了了，子林儿，那没追求，别跟我说话，快退出直播间吧。小伙子不冲一下，没追求。哎呀，来一年，你能真的，男孩天津说白了，今年就几个人，你文化还那么好。你学校肯定差不了，是在跑吗？没有停吗？说实话，速度几？跑得快吗？没有停哈。啊，一会儿才能跑完。学校在哪？学校在天津。谁的腿最长？我的腿最长。好，其他人起。远吗？我们最远的学生新疆的。嘉宾，你再使点劲儿，行吗？谢谢。把你吃饭的劲儿都使上。
给大家往里顶，把这椅子搬到旁边，谢谢。数一百。再掉。